Most of the world knows the name Jaffa as a kind of an orange.我现在已经来到饭店了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进去房间，然后现在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走道跟外面，就是已经有来到20年前的感觉。这个门锁也有点旧，那一定要说打扰了。好邋遢哦。它这个房间是可以吸烟的，所以你进来就是有一种很浓厚的烟味。这边是衣柜，这边会有个镜子，穿衣镜。然后这边是浴室，浴室其实没有到很小，还可以啦。然后跟一个洗手台，还有厕所，就是日本的厕所，就一个人装得下。然后洗手台。然后来到饭店的好处就是不用自己拿行李，他已经会先帮你推到房间。然后这边两张单人床，可是他的单人床其实还蛮大的，应该算是一个 king size 的单人床吧，就两个人睡其实也没问题吧。然后电视，没有 HDMI 的电视，老旧的电视，它还是个液晶萤幕啦。我们选的是一个就是景观房，然后它这边是有两张沙发可以让你看景观的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最难过的地方就是烟味，烟味这件事情真的没办法忍受。其实都差不多哎，我觉得没烟味，基本上会有品质跟质感都出来了。看一下厕所，格局都是一样的。嗯，对，对，格局都一样的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原本订这间房，订刚刚那间房间的价格是台币差不多5420元，然后我刚刚又加了1500升等这间房间嘛，就没有烟味的房间，这样总共加了台币差不多400块，等于这间房间要5800，我真的觉得太贵了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太晚的话，其实不如还是住民宿好了。如果他明天的早餐就是不好吃或是很烂，我真的觉得这间饭店就不要来了。没有，因为住饭店就是要有饭店的规格跟品质啊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咯，现在已经早上9:30，外面天气超好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房间看出去外面就是海，我昨天晚上什么都看不到，结果一早打开超美的，真的海景房。吃，他们要收了，因为太晚了，所以
东西变得比较少。然后饭店出来啊，后面是个海滩，超多人在那边冲浪。对，就是海很美，景也很美，很适合拍照。可是房间我就觉得 CP 值没有那么高，就是房间有点扣分。对，就是会觉得你花钱就是来看这个景色跟拍照。不过里面的装潢我觉得算还 OK 啊，就是房间普通，那应该是普通的房型吧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换了一个房型，就是空气好很多，可是里面的设备什么的还是会觉得有一点老旧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去青岛神社跟鬼之喜一板，然后现在要准备退房咯。对，因为现在离退房机还有一个小时，不过我们还是要赶快。不到啦，不到一个小时。不到一个小时。好，对，拜。